没错，所以我今天来找你们两个，是想要一起共同商量。不是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要突然求婚？因为呢，杜少，你对意外做了什么？不会我要当舅舅了吧？哎，怎么可能？坐下。哦，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了。任总，我支持你。请问有什么我们可以帮你的吗？有。 My girl, my love， 你愿意嫁给我？嫁给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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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同意。喂，这是阮东升跟伊娃的求婚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相当，我问你，这真的是伊娃心中所要的求婚现场吗？嗯。 这跟我们阮总的形象气质简直是天差地别，还是说这是你心目中想要的求婚现场？是真的，伊娃亲口跟我说的。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大概六七八九十年前吧。唉，你们要是觉得不行，那你们自己想一个呗。